我比斗魂喽，哎，有这个的话，我感觉二十秒就要叫你们呢、欸，还是三十秒就要叫你们了、啊？也没有啊，你乖乖报，你剩五秒叫我都来捡，来吧。有这可能性吗？他是这样转的嘞，来换白色，换白色，来，有希望没记忆，肯定是有的嘛，我看一下，一四二三一个一，一四二三一个一，嗯，那你按四。然后四三一二一个二，四三一二一个二，三你按三，然后四一二三一个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个三，四一二三你按二，然后三二四一一个一，三二四一一个一。按第二个按钮，第二个按钮，四一三二一个四，四一三二一个四，你按二，我按二，好，然后有黄色的按住，黄色的按住，你先按住，红灯，红灯有一的时候放开，好，然后等等四个按钮。逼丁笑脸，然后眼睛。逼丁笑脸，眼睛，丁笑脸。等一下哦，笑脸逼，眼睛丁。笑脸逼，眼睛丁。好 ，T H E Y 一撇 R E。T H E Y 一撇 R E。你哎，左边第三个。左边第三个不惊叹号。空白等等，首先。白二，然后 Y O U， 右边第二个，没东西，没东西。右边好，中间。右边好，中间。哦，可以。R E A D， R E A D， 右边第二个。你，不对，当然下一个什么问号？不对。当然，下一个什么有哦，什么有问号的，好，可以过了。然后剪线，复杂线路，第一个蓝线有信号没灯，蓝线有信号，然后没有灯嘛？嗯，那是不要不。然后第三条红线有灯没有信号，红线有灯没有信号。红线有灯没有信号嘛？啊，好，那你帮我看电池，电池一颗、两颗、三颗、三颗，捡。然后红第四条红线没灯有信号，红线没有灯有信号，嗯，捡。然后过了，然后这边调色盘亮红灯，然后有 A E I O U。红灯嘛，蓝，然后红绿，蓝绿蓝黄，蓝黄，然后红绿黄，红绿黄蓝黄绿，然后红绿黄蓝，蓝黄绿红。好，过了，然后剪线，白红白红黑黑，几条？六条。有黄吗？没有。你帮我看那个序号列最后一个就是奇数？最后一个是五奇数。剪第三条。好，然后准备模式密码。来，我。还没。好，要开始了。短，然后短长，然后短长，然后短长。然后那个短长是在接短的。短。三点。三点五一五。
可以，然后哎、欸，英文字，英文字，赶快！英文字什么英文字 ？L 有 L Y O Z R。你赶快自己拼啦！不是啊，我没有办法、啊。你赶快拼啦！你随便喊什么啊？哎、欸，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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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拼了两个啊！不是，我还帮你拼了两个英文字啊！啊，谢谢啦！哎，我救了我自己啊！你救了你自己啊！哇，我救了我自己啊！哦哦，嗯，没事啊，你们我也是想救你的。你们两个很明显就没有，你明明是自己害死自己的。我没有办法呀。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开奇异关卡？可能你不够奇异吧。奇异？嗯、欸？我们不够奇异吗？嗯，不够奇异耶。奇异关卡为什么没开？一定要大喊奇异！奇异？为啥、啊？上面有一些为什么没有打勾啊？好，这样哎、欸，那大凯你又有简单的可以来了。简单的、啊？嗯，简单的，简单的。终于是简单的。是啊，这个上这个过了才会出下一关才对啊。哎、欸，轮到大凯了嘛，来，简单的来喽。是的，简单的。按啦，哎呀 ，easy easy， 四个模组一次失误，大凯 ，easy easy， 四个模组一次失误，刚十一个一次。嗯，那这个差三倍啊！哇，大凯，你今天也有机会，哎、啊，引爆蓝色的。引爆蓝色的，引爆蓝色的炸弹有多一颗电池吗？多一颗电池，两颗，两颗，两颗。那你帮我按一下松开。好，然后四个按钮：舌头、棒棒糖、眼睛、问号。舌头、棒棒糖，棒棒糖傻？怎么有新的、啊？棒棒糖啊！棒棒糖啊！快啊！你剩五十秒啊！我剩五十秒，眼睛棒棒糖啊、眼睛棒棒糖。然后什么什么问号？舌头跟问号，舌头跟问号，眼睛棒棒糖，棒棒糖是啥、啊？棒棒糖啊，就他就很棒棒糖啊。哦，棒棒糖眼睛，然后哎，棒棒糖眼睛，舌头是啥？蛇怪的头，那个舌头，狮狮蛇啊，狮哎、欸，你剩二十秒了，快啊！等一下，扫不到狮狮蛇啊，狮狮蛇。第二组。第二棒棒糖眼睛舌头问号啊炸了啊啊啊有人在搞不这不是第二组吗大概前三个、啊、第二组 啊这个是舌头哦这不是这个不是眼睛人哦所以我都拿爆的很怪哎你们真的不行啊来换胜败了换胜败了嘛五二的我好来胜败轮到你了。加油加油啊！我尽量帮你啊，十一个模组。啊不是应该要接大凯刚刚吗？我跳着打，十一个模组三关，哎、欸，三次失误。你可以慢慢来，三四二一，一个三。来，我要移到那里，那里在哪里？你再讲一次。三四二一，一个三。三四二一，一个三，你帮我按数字二。数字二。四一二三一个三，数字四，四一三二一个三，四一三二一个三，你帮我按数字三，三二四一一个一，三二四一一个一哦，嗯，一个一，你帮我按数字四。二一三四一个二，二一三四一个二吗？嗯，二，我可以帮你啊，你需要什么？数字四，可以，黄色的按住，那就按住，按住，然后红灯，红灯有数字一的时候放开，好，等等要解那个迷宫哦，罗盘。那个雷达、哦，所以要先雷达吗？啊，雷达，然后一支一跟一支三，哎、欸，一支一跟一支四，
那那那个嘞？四之一，白点四之一，红点四之五。哦，四之五啊。嗯。右右。嗯。下左左左。嗯。下左。嗯。上上。嗯。左。嗯。下下下下。嗯。右右右。好，可以。然后调色盘亮蓝光。啊，有没有 A A L U？ 没有。哎，有有有有。有 U 哦，然后蓝光。嗯。红。然后蓝绿。红黄。蓝绿红。红黄蓝。好，过了。然后，哎，二 B 红。哦，那个。嗯，二 B 红不减，然后四 A 红不减，然后六 A 红，减了，五 C 黑减了，八 B 蓝减了，九 B 红不减，十 C 红不减，十一 A 黑。减了十二吸黑，不减，可以翻面，好，四个按钮，棒棒糖、闪电、金字塔跟外星人。棒棒糖、闪电、金字塔跟外星人，棒棒糖、金字塔、闪电、外星人。金字塔、闪电、外星人，好，然后 YES， 哦 ，yes， 不知道那个在哪里。Yes， 左边第二个。左边第二个，首先。左边好，没错，中间。左边好，没错，中间，好，可以。然后 LED。LED， 左边第三个。左边第三个，等等。等等。哦，不惊叹号，空白号。不惊叹号。N O T H I N G， N O， N O T H I N G， 左边第二个，左边第二个，首先，左边好，没错，中间，左边好，没错，中间可以，然后来摩斯密码，好，等一下，哦，可以了，好，等一下，等他一下，长短短短，然后短长啊，没看清楚啊啊，长短短短，然后短长啊，长长短短短，然后短长短，然后再一个短，然后再一个短长。再说一声，长短短短短长短，长短短短，然后短长短啊、嗯，然后好像再一个短长吧，快快快，没时间了，你只能赌了。哦，三点五七二，可以啊、然后剪线黑白蓝白黄白，黑白，几条？六条。有吗？没有红线吗？没有。剪最后一条。最后一条。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那剪第四条。好，可以。复杂线路，蓝的有灯，没有信号。剩几秒？十五秒。好。家属打理了吗？你看情况姐，你自己感觉，快吗？差一点点。差一点。我还剪对两条阿彪。阿彪。阿彪。我感觉你摩斯密码在搞我。摩斯密码在搞你。你怎么可能报一报说没看清楚？不是，他真的闪得很快，他真的闪得太快了，我没有办法。哎呀，轮到白痴是不是？又换我了。
我觉得白痴应该这个，这个五分钟十六个模组、一次失误，什么鬼啊？啊？你有一分了。啊，好，来来，准备进入现场。三二一四一个四，三二一四一个四，好，那你按数字四。二四三一一个四，二四三一一个四，那你按，你按那个最后一个是一嘛？嗯。四一二三一个三，四一二三一个三，四一二三，好，你按你按第三个按钮，然后二一三四一个四，二一三四一个四，你按那个，你按第四个按钮。哎呦，一四二三一个四，一四二三一个四，你按二，可以。然后那个转盘开始了，上有上的那个，左边一没亮，右边一二五没亮。向下，然后左边只亮一个四，右边一三没亮。那个向左，向左，上的左，上的左边嘛。对对对。好，然后来那个雷达，一只一跟一只四。啊，我嘞？你在三只二。然后点在三只六。点在三。下左上上左，下到最下面，然后右，然后呢？他不是到了吗？没有，我现在在二之六，他在三之六，就差向右啊！哦，我怕撞墙啊！四之四，四之四跟六之四，四之四跟六之四哦，哎呀，四之四。六之四哦，你赶快啊，时间不够多了。四之四跟六之四，好，我嘞？你在五之六，然后点在二之五。在二之上上上左下。下下，然后到最左最左下。然后上上上右下。然后下。那个又开始了。怎么是？没事左边一二三四五，左边只亮一个四号位，右边一三没亮。向左，上的左边。好，可以。然后复杂线路，第一条红白有灯，没有信号。红白灯没有信号，有灯哦。没有信号。那个，你看电池。两颗、四颗、六颗、六颗，尖。好，然后那个又来了，左边一二没亮，右边一五没亮。左边一二没亮，右边一五没亮，向上。好，然后第三条红蓝，有灯有信号。红蓝有灯有信号。不要。然后第四条白的有灯没有信号。白的有灯没信号。你不要。然后第五条有信号没灯白的，有信号没灯白的解。好，过了。然后刚刚一样是第四，左边第四个有亮，右边一三没亮。向左，向上的左边。好，然后模式密码，请说。短，然后短长，然后短长，短。短长嘞，3.515啊，可以啊。那个又开始了，左边亮一个四号位，然后一三没亮，向左，然后剪线，黄红蓝红，有几条？六条。有黄吗？有黄，几条？六条黄线，黄一条。然后呢？有白线吗？几条？没有白线。好，那有红线吗？红线两条。那剪第四条。
哎呦，过啦！啊！哎呦，你今天两分哎、欸，难道你不是白痴？白痴，我陷入天才哦，有陷我就感觉那个忽然陷入，我觉得很快，还蛮简单的。太扯了吧，狮子王！我看就只有你解得掉复杂线路、欸。胜败每次都是最后的两条要赌的，太扯了吧！狮子王，你怎么没有炸死他、啊？狮子王真奇怪，换到大凯了嘛？好，大凯来啊！11个模组3次15，可以吧？哎呦喂！来，我照着你的节奏来，你要什么？那就先从那个简易线路吧。简易线路，好，就是有好几条线那个，可以。我都听你的，哎、嗯，六条，六条有黄线吗？有，有黄线。那黄线有几条？一条。那白线呢？没有，没有白线。那有红线吗？两条。那减第四条吧。好，来一个黄色的暗线。黄色的暗线啊，我找一下。黄色的，那你帮我按住。蓝灯，蓝灯在4的时候放开，四的时候放开。好，然后你要什么？迷之键盘，那个怪图像。OKAY， 哦，迷之键盘哦，那个眼睛盯笑脸龙。眼睛是左边是不是？嗯，眼睛往右边。右边眼睛盯笑脸啊，笑脸眼睛盯龙。笑脸眼睛盯龙。好，然后嘞？那四色方块吧。四色方块亮，蓝灯，有 AIOU 吗？有 AIOU， 那帮我按红灯，蓝红，蓝红，那就是红蓝，哦，蓝红绿，红蓝黄，蓝红绿绿。红蓝黄黄，蓝红绿绿红，蓝红绿绿红嘛、啊，红蓝黄黄蓝。好，3142一个二的这个，可以。3142一个二，等一下，等一下，3142一个二，按第二个位置。好，这个我今天帮你。行。4321一个四。4321一个四，那按第二个位置。2413一个三。三，按下第三个位置。3124一个一。对。按下，第二个位置。可以。3142一个三。三。完啦，是你刚第四回合那个数字是多少？你按的时候，你应该是给忘了，那就按3吧。按3还是3号位？按数字3吧。啊，错了。哎呀。2431一个三。2431一个三，按第三个位置。好，然后1234一个一，按数字4。1243一个二，按数字四，按数字3333啊，按了，2143一个三，哎呀，按第三个位置，第三个，哎，哦，啊，出事了，大凯，出事了，爆炸了，嗯，南无阿弥陀佛了，不是啊。2143一个三，第一个不是按三吗？按错，讲错了，哎呀！哎，没有啊，我按到三哈，我按到真的三啦！哎呀，胜败给你选，你有两个选择，11个模组跟4个模组，随便啊，都可以。我选到谁就是谁。好，8个模组。好啊，第三个答案嘛。嗯。
来进场，有一个 display。display 啊，是那个吗？六按键的那个计算机。我找一下在哪里呢？display 啊，右边第三个。你是，你的下一个像是不对。你的下一个，然后嘞？像是不对。像是不对，好，可以。YES。左边第二个。预备没东西，左边什么好？预备没东西，左边什么？什么有问号吗？没有。那，好。Hold on。Hold on 哦。右边第三个。不惊叹号。空白等等，首先什么？好，可以来复杂线路。第一个红白有灯有信号，等一下，那个有上的那个左边二号没亮，右边四六没亮。左边二号没亮，右边四六没亮，上的右边。好，然后来红白有灯有信号，第一条。红白，然后有灯有信号。不减。然后白的有灯没有信号，第二条。白的有灯没有信号，有灯没有信号嘛？不减。好，然后蓝的没灯没信号。有序号位是不是偶数？是偶数，尾数哦，一不是。哦，不减。然后蓝白没灯没信号。蓝白没灯没信号。蓝白没灯没信号也不减。然后白的没灯没信号。减了。然后红白有信号有灯。减吧。减了。好。还没过还没过。啊。还没过。你说前面有什么蓝的然后怎样？有蓝白，有一条白的，一条蓝的跟一条蓝白的。等一下啊。白的怎样？白的有灯没有信号。哦，白的那个不减呢。第一条还有一个红白的，有灯有信号的那个。那个减了看看吧。简单看看了，然后那个又开始了，上的那个左边一没亮，右边一二五没亮，左边一没亮，右边一二五没亮，上的下面，好，然后这个四色方块蓝灯，蓝灯有没有 A E I O U？ 没有，没有蓝灯，黄的，有 A E I O U， 有啊，有蓝灯嘛，红，蓝红。嗯，蓝红，红蓝，蓝红黄，蓝红黄，红蓝绿。好，可以。然后那个左边二四六没亮，右边一三四五没亮。左边二四六没亮，一三四五没亮，下面上的下。好，然后一二四三一个一。一二四三一个一嘛。你帮我按数字。然后三二一四一个四。三二一四一个数一个四啊。啊。你帮我按数字。然后四一三二一个四。一个四，数字四。三二四一一个四。三二四一一个四啊！你帮我按数字。好，然后四三二一一个三。四三二一一个三。一个三，你帮我按数字。好，然后左边第四个有亮，右边一二，一三没亮，右边一三没亮。再讲一次。左边只亮第四个，右边一三没亮。左边只亮第四个。上的左边，上的左边，好，然后剪线六条，等一下，六条嘛，有没有黄线吗？没有，序号位最后一个数是奇数吗？序号位最后一个是四，剪第三条，还有摩斯密码，你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是有浪费到时间吗？我感觉应该也还好啊，你数字也剪得挺快的，剪线我也不会剪，我觉得应该是剪线、哦啊、剪线，剪线好像复杂线路出了问题，剪线有点怪，为什么总会有一个不知道要不要剪的了？那也没办法，我也不太懂。那也没办法。照理来说，这个应该是又轮到白痴了嘛？嗯，哎，最新章节了，白痴。不会有什么奇形怪状吧？不会不会。哎，简单呢，简单呢。啊，请说。哎，简单。五个模组，一分钟。请说。我正要进入现场。好，然后五个方块，嗯，都是那个调色盘，有 A E I O U， 哎，然后一个是红，然后一个绿，一个黄，红绿黄哦，嗯，红的暗蓝，绿的暗黄，黄的暗绿，绿的暗红，绿的暗黄，然后黄的暗绿，你不必多说了。BGM 可以想起来了，来，别走啊！高速投胎，哎呀，赖个啊！你要自尽，我也拦不住啊！我想救你啊！我没有办法，哎，换大凯了，大凯，我进来了，我四色方块五个，你那你跟我，你有没有那个？有 A I O U A， 有，我们一个五个，好，蓝。五个蓝蓝绿红蓝，蓝蓝绿红蓝哦，蓝蓝绿红红黄，蓝蓝绿红红黄蓝红。哦，好，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吧。蓝黄，绿红。啊？绿红绿就爆了。不是蓝黄吗？蓝黄，那么黄，阿弥陀佛。红绿不是绿红啊，出事了呀！哎，换胜败，来，你有什么战术？你要一个一个来，还是五个一起上？都可以吧？有没有母音？我看一下，哎，没有。好，我看红的就按蓝的，红的就按蓝的啊。好，红没有红的，没有红的，第一个绿，蓝的按黄的，不是啊，太多在闪了、啊。绿的就按绿的吧。啊，然后黄的按什么？黄的按红的。啊。等一下。蓝黄黄，不是，那就蓝黄黄啊！我给忘了。啊，蓝的就是黄的，蓝的是黄，黄的就是红的。啊，蓝的就是黄的。这么难哦！考验你的记忆力。阿彪，哭啊！怎么有五个、啊？这个是有多少时间啊？你有一分半，你要一个一个来，还是全部一起上？一个来啊，这时间一定够啊！我也觉得应该是够吧。够啊，刚好压秒啊。嗯，来哦来哦，有那个我要进了，我要进了，直接帮我看有没有母音了。我先看看哈，有，好，请说，等它亮，红，蓝，红蓝，蓝红。红蓝红，蓝红蓝，红蓝红红，
蓝红蓝蓝，红蓝红红绿，蓝红蓝蓝黄。好，然后这边红黄，红黄哦，蓝黄啊，蓝绿，你听到了吗？蓝我哎，那个我眼馋了。那个真的要靠你自己啊！我觉得时间应该是够啊。你的记忆力行不行啊 ？J， 我应该是还行啊。我爆了，我看错了，我给看错了。你给爆了。我给看错了。好，来来来，换那个嘛。嗯，爆炸专家。你想跳过大凯？爆炸专家大凯来，有 A E I O U。哎、欸，没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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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然后红灯红灯，红是蓝，红是蓝，然后红蓝，红蓝蓝黄，然后红绿，蓝绿，然后红绿黄。红绿黄蓝绿黄啊，蓝绿红，不好意思，完了，还活着，红蓝红，红蓝红蓝黄蓝，然后红绿黄红，红绿黄红，蓝绿红黄，哦蓝，这个人真的是在搞哎、欸。不是、欸，这个真的是爆破专家，我真的没有在骗你，这个真的是爆破专家。我看这蓝色都看到别的蓝色去了，哎呀，那也没有办法、啊。换米米了，换米米了。有没有母印？我看我还没进去，来了来了，来吧。哎、欸，没有母印。没有母音，请说。蓝的，黄色，然后蓝黄，蓝黄黄红，然后蓝黄黄，黄红红，然后蓝黄黄黄，红哦黄红红红。哦，蓝黄黄黄红，蓝黄黄黄黄红，嗯，哦，黄红红红红蓝，哦，可以，然后另外一个蓝黄黄蓝，蓝黄黄蓝黄红红红黄。好，哦，绿，快点，绿跟红，绿就是绿啊，然后一个亮红啊，一个亮红啊，红的就是蓝的，啊，太多啦，好，这关我看阿 Z 真的是必须要发飙了，你的记忆力就不行，你承认了。嗯，来，这一波米米拉奇，你直接告诉我颜色，让我现场直接。来，你先告诉我有没有母婴？我相信你哦。啊，有母婴，有母婴。来，然后蓝的。红的是蓝的，红的是蓝的，红的啊。绿的是黄的，黄的是绿的。哦，可以，好。我给忘了，绿黄交换，蓝红交换，红就是蓝，蓝就是蓝。蓝无阿弥陀佛，我是色盲，从一开始我们都是色盲。我给忘了。哎呦。
我今天你先一二三四一个一啊，看起来记忆力也不太好。换那个啦，大凯有 A E I O U， 有来颜色吧。嗯，我看红的红的，红的就是蓝的，红的就是蓝的，没错。然后绿的，绿的就是黄的。完了，我又给忘了。你说。不是啊，太多个了，真的太多个了，真的太多个了。红就是蓝，蓝就是红，绿就是黄，黄就是绿，色即是空，啊空就是色。有形就是无形啊，无形就是有形啊，有无就是有啊，五条悟复三，来开始。完蛋了。对，你什么都知道了，但你什么都不知道。啊！解了三个，可以吧这关这关你们这样能算分吗？这多少在远的？嗯，好，再一次，再一次，我帮胜败拿一分了，好不好？我挺胜败。来啊，来啊，我要进了，你赶快告诉我。啊！你要说有没有母音哦？来喽来喽。嗯。没有没有没有。哦，绿就是绿。嗯。黄就是红。黄就是红。啊、嗯，红就是蓝。红就是蓝。蓝就是黄。啊、绿就是绿。嗯，黄就是红，红就是蓝。嗯，好，完美。哎呀，难悟啊，难悟！阿弥陀佛。不能说吧，没有母语的难一点啊。我没有母音的难一点啊。这一关你们不好拿分了、啊。这样子你们不好算分，我们直接下一关吧 ，OK 吧？好啊，下一关吧。你是不敢证明你自己？没有，我这样帮谁拿分，我都说不过去啊。是吧？算你自己一分吧。嗯，这关算我的分数吧，好吧。那你要关，那关算我一分吧。来，轮到谁了？好像是轮到我哎、欸。好，白痴，来新的一关，十一个模组，三分钟一次失误。那你可以直接死啊。你好好努力。啊？怎么可能啊？十一个复杂线路，来。第一条蓝线没灯没信号，蓝线没灯没信号。你先看序号位末位是不是偶数？是是是，减减减。然后红色有信号没灯，红色有信号没灯减。然后红色有灯没信号，红色有灯没信号。快要，你先报。你看有几个电池？一二三四，减减减，减减减减。红色有灯没信号，对吧？然后蓝白有信号没灯，蓝白有信号没灯，不用不用不用。然后红白有信号没灯，红白有信号没灯，嗯。然后红蓝有信号没灯，红蓝有灯没信号，有灯没有信号，嗯。减。然后下一个红蓝有灯有信号。红蓝有灯有信号，用。然后红蓝有灯有信号，红蓝有灯有信号，嗯。
啊，不就跟刚刚一样，不用啊。然后蓝白有信号没灯，蓝白有信号没灯，不用。然后红的有信号没有灯，红的有信号没有灯减。然后白的有灯没有信号，白的有灯没有信号，嗯，不用。然后红白有信号没有灯，红白有信号没有灯，好，那减。然后红白有灯没有信号，红白有灯没有信号，嗯，好，那不减。然后红白有灯有信号，有灯有信号，那就是减。然后白的有灯有信号，白的有灯有信号，减。然后蓝的有灯没有信号，蓝的有灯没有信号，你看有没有那个插槽？插槽啊？没有。哇，那不减。然后红的没灯没信号。红的没灯没信号，减减，然后白的没灯没信号，减，哦，没过哎，啊，顺便提醒你，30秒了，我们还有没过，怎么可能？我们还有1、2、3、4、5、6、7、8，我们还有8组哎，爆了，怎么可能啊？哎，我们还有8组哎，你有头绪吗？我很快耶，我已经很快了。你很快了吗？白的没灯，这全部给我剪了啦。然后那个什么红的有信号没灯的人，全部都给我剪了啦。然后那个什么，只要是他那红蓝红白，他有条纹，有信号有灯，也全部都剪一剪了。没有问题，好啊，你的遗言说完了，我也死了。阿彪。哦，哎，后面的关卡好像都长这样的，全部都是同样的模组，这一关我一定过。好，来，大凯，你想要挑战哪一种？来啊，我们给你们一人挑战一种，好不好？大凯，你选，你想要全部长怎样的？不玩都过，全部都图片的有吗？全部都图片的，键盘的那个？没有，没有这种的，没有，有全部都连连看的，你要不要？好吧，全部都连连看的吧，我试试看这个。好，全部都连连看哦。嗯。好，来咯，来吧。2A 黑。2A 黑剪。3C 黑。剪。5B 红 ，5B 红不理他。6A 黑，不理他。7A 蓝，不理他。8C 黑，减。9C 红，不理他。11C 蓝，减。12C 蓝，不理他。好，然后EA 红，我按错了，大概。哎呦，自杀了，你好好投胎失足啊！我给按错了，你有没有问题的？没有办法，阎罗王会帮你负责。哎呀，换身份，感觉。来，你挑一个你喜欢的，你喜欢的。突破心魔，刚刚试转那个，没有错。你确定三分钟11个模组？没有问题，你听我的指令，一句话一个动作。好，没有问题，我听你的。好，我们先从白线开始，有没有白线？有没有白线啊？我们先一个一个颜色处理。来，白线超级多，超级多。好，白线没灯没信号，全部剪掉。白线没灯没信号，全部剪掉。好，剪完了。啊，白线有星星，全部剪掉。有星星没有，不管有没有灯都剪掉。没有白色有星星，没灯，然后剪掉。星星没灯。
有星星没灯。啊，都剪掉了。都剪掉了。那炸弹的末号位什么数啊？炸弹的末号位二。二是偶数。啊，有几个电池啊？有两个电池。白色有星星有灯吗？啊，白色有星星有灯处理了吗？还没啊，还没啊，有很多个哎。我看一下啊。全部填掉吧。白色有星星有灯。你说有很多电池吗？啊。剪掉吧。哎、欸，两个电池啊，两个电池啊。啊，对对对，有星星有灯都剪掉。啊。爆吗？还没爆，还没爆，我还活着，我还好好的。好，剪完了，然后嘞？那白色有灯，白色有灯都不要剪啊。白色有灯都不要剪，好。然后白色推完了吗？然后嘞？剪完了，剪完了。红色，红色，红色，然后嘞？单纯红色，单纯。你说序号列是偶数吗？偶数，偶数。哦，好，红色，那个红色，红色没灯没信号全剪。没灯没信号全剪了。好，都剪了。哎，有没有那个很多洞的口？没有。没有。有点不太妙。嗯，要说遗言了吗？红色有星星的，红色有星星的都不要剪，都不要剪。然后嘞？先吹蓝色啊，来。只有蓝色的话，只有蓝色没灯没信号全剪，没灯没信号全剪。好，处理完了。然后蓝色有信号也是全剪。我看也不用剪了，因为剩五分钟，剩五秒喽。那也没办法喽。那也没有办法。那也没有办法喽。我已经想好了。太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好了，最后一轮了，最后一轮了。白痴现在已经两分了，遥遥领先了，不太可能会输了吧？我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复杂线路过，证明我是这个线路的天才啊！好，来复杂线路哦。你等一下先去告诉我末位是不是偶数，有几颗电池，好，有没有那个孔？好，没有问题。好。末位是零偶数，然后有那个孔，电池有一二三。好，可以可以。你现在只要看到白色没灯没信号的，还有白色有信号没有灯的，你等下都不要问我，你就直接剪掉。好，开始，一条一条来。我正在剪啊，没灯没信号的都剪掉嘛。好，剪完了，然后嘞？好，来，开始。什么开始？一条一条来啊！什么一条一条来啊？你要一条一条来啊？没错没错。蓝白蓝白有信号没灯？蓝白有信号没灯。好。那个不要。然后蓝的有信号没灯。蓝的有信号没灯。不用。然后红的有信号没灯。红的有信号没灯。点。然后红的没灯没信号。红的没灯没信号。点。好。然后红白有信号没灯。有信号有灯。红白有信号有灯。点。然后红蓝有信号有灯。红蓝有信号有灯。好，不要。然后蓝白有灯没有信号。蓝白有灯没有信号。那那个剪。然后白的没灯没信号。白的没灯没信号剪。然后红白，这也只能剪了。蓝红有灯有信号。然后呢？不用。然后蓝红有信号没灯。蓝红有信号没灯剪。然后蓝红没灯没信号。蓝红没灯没信号。剪。
然后红的有信号没灯，红的有信号没灯减。然后白的有灯有信号，白的有信号有灯有信号减减。然后红的有信号没灯，红的有信号没灯减。红的没信号没灯，红的没信号没灯不。然后红白有灯没信号，红白有灯没信号减。啊！然后红的有灯有信号，红的有灯有信号减。然后哦，还这么多，不可能啊！你还有六组啊，三十秒。不可能，我已经算我是真的很快了。等一下，不可能够啊！我一条都红的有信没有？你扣啊！红的有信号没灯，不是啊！我刚刚都是全捡的。秒哎，只剩你告诉我还有剩差不多十秒吗？还有十几秒啊！哦，你要相信我，你不要。乱阵脚，你看这里，我没有办法了，他爆了，他爆了，来了，他要爆了，你为什么你要害死自己？我想，阿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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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说到让我全部背起来，我现在只要你跟我讲，我就跟你说要不要还不如你跟我说，我来决定要不要剪。不是，你没有看这个图，我无法跟你沟通啊！我也没办法啊！好了，给大凯一次机会啊！来，大凯，你可以多挑战几个，如果你赢了，你可以再继续挑战，好不好？跟上次一样规则。有没有摩斯密码的、啊？摩斯密码的、啊。摩斯密码还行的。你摩斯密码还行哦。我听他。好哦，好哦，摩斯密码啊，六个。可以，可以。好，一个一个来呗。来哦，进场喽。可以。准备好、哦？没问题。哎 ，Oh my god！ 不是他开始就开始闪了。可以可以。好，来了来了。行。长短短短短。然后一个短，然后短长，然后一个长。哦，3.582。你第一个都裂开了，不可能！你裂开吗？我摩斯密码很强。哎，有个你第一个就裂开。我摩斯密码很强。不爆啦！哇 ，EAK 怎么这么多啊？还有三个哦！爆炸了，我爆炸了！爆炸的原因，我摩斯密码很强啊！哎呀，怎么会？哦 ，EAK 太多了啦！来，胜败你一样有这个机会啊！你要从哪个？你想要什么？你挑一个顺眼的吧。有连连看迷宫，然后彩虹。你挑啊，你挑啊！哎，不行不行，你挑，你挑。我挑，第五个吧。一二三四五，好。九个模组一次失误。四分钟，准备开始。是干嘛的？我还没看到。哦，全部都是解英文的。好好，你加油哎、欸，你加油哎、欸，这要靠你自己。呜呼！你不要你，哎、欸，你可以玩游戏。哭啊！你赶快随便给我报几个字啊！我找找啊。报几个？报的。报。报的 ，Ben Eva Foster House Never。House Never Point Right Small S 开头的是什么？有 Small Spell Small Spell Y 开头的是什么？没有 Y 开头的。没有 Y 开头的。 B 开头的是什么？ B 开头的有 B E L O W B E L 没了啊，就一个、啊，就一个、啊，哦，
below 啊。好 ，V 开头的有什么 ？V 啊。嗯 ，V 没有。V 没有 ，M 有没有 ？N 也没有。啊 ，Z 跟 C 有什么 ？Z 没有，然后 C 有 C O U L D。U L D。这个。B 有 below 啊。W 有很多是不是？Water will will watch。E 开头的是什么 ？E 啊。啊。E 开头的 ever。ever。啊 ，K 开头的呢 ？K 开头的没有。没有。F 开头的是什么？F 开头的也没有，哎，没有，有 ，first， first 啊，有吗？有 first 吗？不然就是 F O U N D 啊，这个怎么？第二个有 W 或 R 的吗？什么？第二个？啊，你是要拼哪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要拼什么，哎 ，F R 吗？一的话就只有 A 吧 ，A 吧。哦，还有 First， 你要拼 First，、啊、还是要 F O U N D？ 那也没有办法 ，F O U N D 啊。拜，你要拼 W 吗？完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啊、？W R？W R 有没有？没有吧 ？K W R 有 W R W R I T 啊。W R I T T E 哦，有，你一般都不行，有没有？它很多字啊，它很多字哦。I 开头有没有 ？I 开头的没有 ，I 只有有开头。完了 ，P 开头的有没有 ？P 跟 N T 有 P 有 point 跟 P L A N T。还有 PLACE 啊，完啦！我找到有 D 开头的 D A T H， D A T H， 哦，怎么有这么多个？这要自救，考验你的自救能力。这也没有办法。其实到后面的关卡好像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嗯，基本上靠你自己吧，兄长。嗯，终于轮到你玩游戏了。想活了还是得靠自己的。哎，我这个应该是还能过。好了，今天看起来依然是由白痴获胜喽！大家掌声。哎，恭喜白痴！虽然白痴今天也就过了两颗。我那十一的有点揪啊！我想要挑战成功啊！你真的要挑战一次哦？好啊、哦！那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再挑战一次好不好？好，给我们看看冠军的实力。你好，你等下就跟我讲。来，你先跟我说进去之后你要什么？我要那个序号末位是不是偶数？然后有没有那个很多孔的那个槽？还有几颗电池？好。然后我进去就完全听你的哦，我都不动哦。哦，好啊，好啊。嗯。我两秒一根。好，你两秒一根哦。嗯。准备进来。电池有两个，有很多孔的那个电池四个，然后末位是六。好。好，然后你现在那个白色没灯没信号的、啊，跟白色有信号没有灯的，不要问我，全部剪掉。好，开。OK， 然后来红的有信号有灯、啊，红的有信号灯剪。然后红白，哎，这个剪了。然后蓝红有信号没灯，蓝红有信号没灯，不用。然后蓝白有灯没信号，蓝白有灯没信号。
然后蓝的没灯没信号。烟。然后蓝的有灯有信号。烟。哎，不用。好，然后蓝的，哎，蓝白有灯有信号。蓝白有灯有信号，不用。嗯，那蓝白，嗯、欸，啊，蓝的有灯有信号不捡吗？蓝的要捡。哎、欸欸，管他了呀、啊，全捡了，受不了了。红灯，你看到红灯，全部捡。哎呦，红灯没灯没信号，红的没灯没信号，捡。蓝红没有灯没信号，有灯没信号。捡，然后红白也没信号，哎，红白有信号没灯，红白有信号没灯，捡，哎，捡，红的有灯有信号，红的有灯有信号，捡，红白没灯没信号，红白没灯捡，蓝的有灯号，哎，有灯没信号，蓝的有灯有捡，红白有灯没信号。红白有这边捡，哎，捡，好，全捡，红白有信号没灯，红白捡，红白有灯没信号，红白有灯要捡，红白没灯没信号，捡，好，然后蓝白没灯没信号，蓝白没灯没信号，捡，然后白的有灯没信号。有灯没信号，哎，有灯没信号，不要。然后红的有信号有灯，捡。然后有信，哎，有灯没有信号的红的，哎，捡。然后蓝白有信号没灯，捡。哎，不要，你千万不要捡啊！你千万不要捡啊！我捡不捡也不重要了。因为马上就剩26秒了，其实时间已经不够了，两秒一条，最后那是一条人命，有一面那就是全部剪掉，两秒一条人命，有一面就是直接从头剪到底，我不管你有没有说，我就剪到底，全部都剪掉。他说不剪的，最后都是要剪。他说不剪的，你也没办法了，最后全部都是那种线了，只好全剪了。哎，差不多的线应该全部剪掉了。嗯，这也没办法。其实我感觉你们报给我知道，我好像可以一次把它剪光哎。其实好像有三种线路不用剪的。最好是用我那个套路。其实不剪的很少哎，我看你全部都是剪啊。没有，是因为很多炸弹又是偶数又有那个洞。对啊，刚好你那个全部都符合啊。刚刚那个运气比较好。哦，所以刚刚全部都不用剪了。哎，全部都剪。基本上就全剪了、啊。哦，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哪个不要剪了，我就一路剪过去啊。哎、欸，我后来我有想到，我后来怎么办？哎，算了，直接剪一剪。哎，算了，直接把我炸死。哎，我也没办法、啊，我后来就想说算，哎，算了，直接把我炸死好了。哎，好了，收工了，这就是我们炸弹的最后一集了。一样有白痴获胜呐、啊，那我们礼拜一的时候就到一样的白痴台送订阅、啊。耶、yeah!。哎，好了，今天的这群玩家就到这了，收工。要不要打现场？收工了，是不是该打一下现场？叫一下那条狗。我来密他看看。嗯，你密他一下，他一定在。我还以为后面还有新的关卡、欸，原来后面只是在搞你们啊。后面应该是在搞你。后面原来没有什么新的关卡，奇异，奇异是真的很奇异啊！开始考验你的记忆力，我没有问题啊，我没有问题啊。你呢？问题很大。我考验记忆力完全没有问题啊。你记忆力应该有问题。后面都是算我的分数啊。来打一下现场。哎，我解英文单字解的是谁快、欸？今天的白痴那两分，其实都是我解出来的。嗯。那两分运气成分偏重，刚好我记得那几个字都跑出来，而且还有一波你那个上的那个美甲还靠赛过，不是那个好像是上一轮我就放好了，然后我突然给忘了，我翻过去的时候我又吓到了。
不然怎么可能我翻过去他只剩四秒，那不可能啊。哦，那是不好说，不可能我翻过去他刚好剩四秒，我两颗一起捡的。出发，丁宇出发，丁宇出发，你那两颗有时间差。翼龙出发，来约团啦，约团啦，有没有强一点的？今天限高手，我们高手房哦。不是，昨天高手房我们直接倒地。来，那把我上打野，直接把中开通。那把我下入酒鬼加龙哦，一路把他们撸到温泉去。那一把我真的是直接带丁义去洗温泉，舒服啊。安啊，潇湘，好的，给你留一个滑鼠垫。哎，我也要。你吃屎。你不是你的，我也缺。摇一下，摇一下。